谁说乒乓球是中国人的专利？伦敦王十字火车站的广场上就有免费的乒乓球台，想试身手的外国人还真是不少。记者忍不住也参与了一把，这些外国人的水平可比想象中的好多了。当然，我们讲究的是运动，讲究的是发扬国粹，谁输谁赢无所谓。